一张限时批，爸爸亲笔写的。内容虽然写无多，一字一句听在阮心底。问我生活敢有困难，头路敢好势？问我三顿吃的肉糜，天气变寒着照顾身体。冷暖风吹厝外人怨嗟，目屎滴答几张被。几行字，目屎着流袂离。离开故乡几半年，毋捌有闲倒转去。异乡冷暖，苦涩滋味，我已经惯习。日子过得虽不如意，我心也不敢提起半字。思念故乡亲，思念故乡味，思念故乡的秋月。日子过得虽不如意，我心也不敢提起半字。思念故乡亲，思念故乡味，思念故乡的秋月。